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剑圣。那我这次要来拍我今天打部落战的影片哦。那我们这次呢，都是七本的玩家哦，大概七本的六个打对方一个速八本一号，其他全部都是七本，也是到六号跟我们一样。那我不是一号呢，那我理所当然就是打对方的速八跟二号。那我们先看他的八本阵型。好，他的八本阵型是这样子哦，他一样哦，他有三个防空，一二三，那三个防空呢，这样子就用龙去推的话是有点危险的，就算你用一个雷电去电掉这个，然后三出清掉，虽然是应该是可以啦，不过没有必要，因为他只是个速八。那他的防御哦，你看哦，全部都是没有变色的，那就一个变色，就大概是，六本的防御，对吧、啊？你看，箭台也只有六等，连八等都没有，所以是一个速八哦。然后再来他的阵呢，是一个六芒星吧，应该是这么讲。看哦，他的很大，他范围很大。那他这里有一个缺陷哦，他是故意要放在这里，这里有个漏洞。再往这边，它有一个漏洞。它这边，我那时候以为它是不小心的，不过我打了发现它是故意的，因为它在旁边放了一堆陷阱呢。不过还好，这种陷阱超级烂的，是，因为引援军嘛，引援军它这个洞就很好引。原本想说引援军的话，可能要放个山猪跑进去，不过不用，它这个洞，所以就还蛮轻松的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就把兵放在这引援军，就发现它里面一堆陷阱，所以我的。我用一支弓箭手被拆光光了。我是用炸弹跟胖子炮。那他的阵很大吼，不过攻击力都不强，所以用分散打的话也是可以。然后再看一下我是怎么打的，重播。好，我是照有一个天使，我是从大概这两个位置这样打进去，然后把这个。防空打掉之后，把天使放出来，然后一直补，这样一直打进去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又先引援军，不放。看一下，我用一只手弓箭手把炸弹给踩掉，然后放胖子，胖子被弹掉，然后放胖子之后放炸弹哦，然后炸弹又被弹掉，炸了一个洞，因为想要炸两个洞，不过想要放弃了。然后我就这样子，因为他们援军其实只放了十只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清文军，那就开始下胖子炸弹，然后胖子我分开下，那之后开始用法师先轻便，要清掉的同时，我就把天使放进去了。那这边我没有操作的很好，我这边应该及时炸胖子，不过因为我都在看这边，因为这边就死了几支部队，那这时候差不多就要下网了。那我已经没炸弹了，应该被弹光光了，这炸弹应该是要炸掉这个，那没关系，已经打进去了，天使刚好功成身退矣。那法师就绕着这边打，然后我的援军，我的队友昨天是给我一条龙啊，我就用龙去打，我就放了一条龙从这边，因为已经没有防空了嘛，我就放一条龙这边慢慢喷进去，完全不受任何的阻碍。好的，让我们加速。嘣！所以他的大炸弹是放在这边，用这边，就放在这边。不过他应该是，你看到这边有个洞哦。如果他这边有洞的话，然后援军又是比较高级的话，这可能就比较难打一点。好，这是打一个速八本。好的。
我现在打6号，六号它是，你看看它的阵，它接近满房哦，它除了城墙之外都是满的，除了城墙之外，好，那它防空也满了，但是它只有王，王是一，王还是一级，那第一道我们再看我怎么打的，我一样是用胖法去打。然后因为我在八上面有人说会建议放一个天使，就慢慢打进去。我后来原本我当初是没有在放天使的，因为我觉得天使被防空打掉。不过我发现这天使不是距离很远呢，所以如果我用胖子这样慢慢打进去的话，我再打可能打这一块，或者再打这一块呢，是可以用天使去慢慢补起来，就可以不用浪费补，然后等到打到中间再丢补，就是补就可以省下一到两个这样子。还蛮好的，所以我这两次都有照天使去打。好，那看一下，我觉得我这次打这个七本操作的还蛮细腻的。来看一下，他援军一样都是随便放的对手，因为对手只有一级部落，应该也没商量好，就放了个不理。那援军只有这四五只，我就没有人太在意了，就清一清了就开始，我先放这三只把清边。开始先打一下下，然后开始下胖子跟炸弹一起下，然后说下一些胖子，然后下炸弹，然后主要是要从这两边打进去，那我先把这边的打掉，然后防空，不是防空，那下一个补，我也忘记为什么那时候要下补，然后开始这边也开始打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分这两边打进去，那这边下一个炸，我不想让王走得太歪。这边也开个洞，就不要王打完这个呢就会走偏。那其实会发现我好像感觉起来，我现在好像是劣势，好像没有拿到三星。不过呢，我等到我全部的兵都走到正中间之后呢，这就是要清光光的节奏啦。现在全部的火力都在打我这些胖子的时候，我就把剩下的兵力放到这一边，全部把他们清掉。然后我的王还在扛这个法师塔，主要是法师塔的伤害，法师塔的破击炮还有电塔的伤害，所以我这几支弓箭手就很安全的，慢慢的清。等到最后王也是没死，剩一点点血，哦，这样就清光光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他这种阵哦。像我自己用，胖法流去打七分，我觉得这种阵是比较稍微难打的哦，因为他虽然没有引导，没有导引这种东西哦，就是他可能陷阱都放在中间，就有踩到，然后就不会刻意，胖子可能不会刻意去踩到，但是可能四个踩到三个或是两个这样子，不会到每个都踩到。不过他这种阵还蛮难打，因为你要用很多颗炸弹去把它炸掉，因为你像你放两颗炸弹炸进来，那你还要再两颗炸弹炸这里，因为你不可能放了之后他就炸这个点，他宁愿炸最尖尖的边平面这样子，所以他的阵其实还蛮方法流不太好打进去。因为你要用很大量的炸弹，那每个炸弹基本上都一定要炸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一定要把中间炸掉，要让王走到中间，这样会比较好打。这就是这次打部落战的影片哦。那其他我队员都是用龙去打的。好的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